人等他的言辞，烟灰灯人朋友们，走过的路过的咱千万错过。要看的朋友抓紧时间把楼层给弄好，进场就有观看入场就能欣赏了。场内舞台呢设有高居主楼上的座位，场内设有高居主楼上的座位，他们是利用这个钱来影响的去进，那么花钱给人开心娱乐，在这。